欢迎大家收睇《日日好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胡日轩。看看我哋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我哋介绍一啲咧非常之优质嘅资讯俾大家吓。咁咧有一样物件啦，好多时咧有啲朋友都会觉得咧，即系会带嚟一啲好运啦，甚至乎咧令到咧入边当中嘅能量咧会令到自己嘅各方面嘅一啲运程都会好转一啲嘅。咁嗰样嘢系乜嘢咧？咁相信大家都有接触开噶啦。嗰样咧就系水晶。咁但系咧，其实水晶咧当中咧有好多嘅学问要去钻研一下噶。嗱，我今日咧就请到位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吓，就系水晶嘅专家就系阿 Man 啦。阿 Man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先啊，其实水晶到底系一件乜嘢嘅物质嚟噶啦？其实咧一般咧水晶咧我哋会叫 SiO2 啦，即系石英嘅产品啦，佢会发放一啲能量。咁但系如果譬如话你一般水晶铺咧买到嘅水晶咧，唔一定净系含有 SiO2 嘅，可能会甚至其他矿物都有嘅。咁我哋总之就系一啲矿石啦，佢会发放一啲能量，而唔同能量咧会带俾我哋有唔同嘅功用嘅一啲石头嚟嘅，咁呢啲我哋为之叫水晶啦。原来就系咁样。咁但系其实水晶嘅能量系点样发放出嚟，同埋我哋应该要点样去感受到呢一股能量嘅咧？系一般咧，其实咧水晶咧唔同嘅水晶会有一啲天然嘅能量啦。咁最好感受嘅方法都系我哋尝试揾一个比较静啲嘅环境，去放松个人，拎一条水晶上手啦，去尝试感受下佢会发放一个振频出嚟嘅。咁呢啲振频咧，我哋喺唔同时候咧会有唔同嘅感受。例如有啲痹啦，或者有啲熱啦、凍啦，或者有啲涼啦，等等唔同嘅感覺。咁當我哋靜心咗落嚟咧，我哋可能會感受到呢啲咁嘅能量，而唔同水晶亦都會有唔同嘅能量嘅。原來係咁樣嘅。咁同埋咧，有啲朋友就會問到，即係有啲朋友就可能話。聽就聽得多水晶呢一樣嘢，但咧就唔知道點解會有五顏六色好靚嘅呢啲顏色咧？咁其實係咪每一隻顏色都有唔同嘅能量，即係幫助到我哋嘅咧？係啊，冇錯啊。其實咧，唔同嘅水晶咧，裡面會有唔同嘅礦物質喺度啦。咁所以咧，佢哋發放出嚟嘅振頻都有所少少分別㗎。咁如果簡單啲嚟計咧，用顏色去區分佢唔同嘅功能咧，會比較容易啲講解咯。咁譬如話對應翻七輪啦，咁一般譬如。譬如话底轮咧会健康为主咧，就会叫石榴啦，或者呢个碧玺咧对健康咧都非常之好啦。咁除此之外咧，譬如话对一啲妇科啊或者男女嘅一啲健康咧，咁一啲譬如偏向橙色嘅水晶咧，例如呢个士多啤梨石咧都非常之好嘅。但系其实呢个石榴碧玺都可以有呢个功效嘅。咁一般讲水晶一般都会讲财啦，财咧就会偏向黄色嘅水晶啦，例如金发晶啊、黄晶啊同埋黄虎眼石啦。咁除之外咧讲事业啦。事业咁通常一般偏向绿色嘅水晶，例如一个叫绿陨石啦、绿化晶啦，同埋绿幽灵等等啦。咁当然咧，如果讲感情咧，咁一定系讲到粉晶啦、红纹啦，或者士多啤梨石非常之好嘅。咁如果讲表达能力啊，或者讲一个健康咧、开心等等咧，会偏向一个蓝色嘅水晶啦，譬如话呢个海蓝宝啦，或者呢个 topaz 啦，都非常之好嘅。咁如果讲紧一个微轮或者顶轮咧，即系一个思考层面啊、智慧等等咧，会偏向一个电色啦，同埋紫色嘅水晶啦。咁去对应翻唔同嘅轮位，所以如果我哋想要啲乜嘢嘅需要嘅时候，我哋可以选择唔同嘅水晶去增强自己一啲能量，令到自己可以日常生活中会比较好啲啦、好运啲啦，同埋清晰啲啦嘅思维咁样。非常之好。但系咧，点样去选择一个叫做靓嘅水晶？点样为之叫靓咧？好多时候有啲朋友就话：，去拣一拣咁样。系啊，好多朋友都有个错误嘅概念啦，以为靓嘅就一定好贵啦。系啊。咁其实唔一定嘅。咁最紧要系识得分品种啦。譬如话一啲。譬如金发晶啦，或者一啲碧玺啦，如果佢真系一啲高级嘅水晶嚟讲咧，佢价钱真系非常之贵嘅，可以几千蚊啦，到过万蚊都会有呢个可能性，系啦，有咁贵，冇错。咁但系靓嘅水晶唔一定好贵嘅，例如譬如个黑碧玺啦，虎眼石啦，呢啲咧就系一个比较平嘅品种水晶啦。咁譬如呢条虎眼石其实好靓嘅，佢反晒光，起晒眼嘅，咁呢条咧都系系啦，讲紧100蚊港币嘅啫。原来可以即系。靓嘅水晶唔一定话真系好贵嘅，系冇错啦。咁所以咧，第一样嘢，譬如话如果想学识点样分真假水晶，或者点样去睇靓嘅水晶咧，最好都系我成日都教啲朋友咧，就话唔好怕丑啦，睇多少少啦，问多少少啦，你比较多少少，你就开始慢慢有个概念喺度。咩水晶大概系咩价钱，或者乜嘢水晶为之靓？咁当然啦，最好学埋点样分真假啦，因为好多时分嘅咧吓。其实都系。譬如話，而家市面上比較多假嘅水晶啦，一般會係一個紅紋啦，或者一個舒居來，因為呢啲。
水晶的價錢都比較中上的價錢，咁同埋好多人都唔識咧，以為紅紋就要好紅的顏色啦，咁其實就錯曬咯。咁譬如呢個書區內咧偏紫色咧，就越紫就越靚嘅。咁但係有啲紫色得嚟咧好實嘅，好假嘅，就可能已經係入咗色咯。哦，即係係人工咁人工後期加工咗少少啦。咁、哦、就如果你想買天然水晶，就當然就盡量避免買嗰啲咯。咁、譬如紅紋嚟講咧，就唔會話紅到透曬明啊，熒光紅色咧，咁又係非常之假噶啦。但好多人唔明白，以為紅紋就一定要好紅色。咁、但係紅紋咧有個特點好得意㗎。如果天然嘅紅紋咧，如果係黃光之下睇佢咧，就好靚好紅嘅。咁、但係如果太陽光或者白色嘅光管咧，就好白瀨曬，好醜樣嘅。咁呢個就係天然嘅紅紋嘅特色。天然嘅就係咁樣。係啦，即係水晶都有少少分別嘅。譬如有啲會透明啦，有啲會實色啦。咁所以就話最好都係。睇多少少咯，咁啊，學多幾次，金髮晶，冇錯，呢啲係比較貴啲嘅水晶咯，冇錯。哇！大家可以見得到嚇，即係如果假嘅，通常會係點樣嘅咧？即係金髮晶，我見到嗰種金色咧就好吸引人啊！這個好靚嘅。金髮晶咧市面上就比較少假嘅，因為依樣嘢暫時。啲商家都未話去研究，未研製，未有時間啩？依個我就唔好清楚，就市面上比較少假嘅金髮晶，但係就以我所知，碧西都開始有啲入色嘅情況出現咗啦。碧西啊，邊一條係碧西咧？依兩條都係碧西嚟嘅。我哋攞呢一條啊比較精美啲啊，我哋再睇一睇下，即係大家可以。如果入色嘅碧西咧，啲色嘢係好實嘅，好唔自然嘅顏色咯。啊，好唔自然嘅。冇錯，因為碧西本身係半寶石嚟嘅，比較貴，咁所以咧，而家啲人都開始做一啲入色嘅碧西出嚟咯。其實如果真係一條靚嘅碧西，即係大概嗰個市面上嗰個價錢，大概係幾多錢度？其實幾千蚊到啦，或者至10,000蚊左右啦，咁已經有交易嘅啦，就唔需要太貴嘅。咁譬如一啲頸鏈啦，去到一個好高級嘅情況下咧，譬如我鋪頭都有一條即係珍藏嘅，咁都要成100,000蚊嘅。都要100,000蚊嘅啦，啲即係好似媲美啲寶石咁樣啦，已經係半寶石嘅階級嘅級數。咁我想問一問啦，即係好似有啲朋友咧就會話、咦，我哋又成日聽講過，又買到啲水晶翻屋企嘅時候咧，又話要揾一啲嘢去淨化佢嘅。咁其實係咪真係需要咁樣做嘅咧？定係有啲特別嘅一啲方法去清一清潔，咁啊自己個人先至可以戴到上手嘅咧？正常係嘅，但係如果一間專業嘅水晶鋪咧，其實佢哋已經幫你做咗呢個步驟嘅。咁、因為咧水晶由開採出嚟啦，就有好多開採工人啦、運輸工人啦、打磨工人啦、批發工人啦，係好多人掂過嘅。咁所以咧、你都知啦，嗰啲人咧就人工低啦，又苦力工啦，好多negative energy 嘅。咁所以咧，其實一個水晶一個產品翻到嚟嘅時候咧，其實好多負性能量。所以咧，我哋本身都有教一啲氣功，我哋會用一啲能量去淨化佢兩日，去清潔咗啲唔好嘅能量，我哋先會賣俾啲客人咯。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你屋企本身已經有一啲水晶啦，咁你又驚佢污糟咁點？其實清洗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嘅，簡單啲方法嚟講咧。你每日戴完最好就係話攞啲清水啦去沖一沖佢啦，咁唔需要沖好耐，大概沖佢10-20秒就得㗎啦。咁之後咧，如果你想個效果好少少咧，不妨去用一個白鼠尾草啦，去燻煙佢啦，可以用啲火點著佢，跟住咧就整熄啲火啦，咁就可以用啲煙咧嚟燻下嗰個水晶啦，咁令到個水晶嘅能量好啲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個水晶燻製完之後啦，擺翻落依個白水晶軸度啦，嚟淨化佢一日。咁之後第二日你就可以戴得翻噶啦，攞俾大家睇一睇下呢一個嚇，哇，好靚好精美啊！真係好似咧，我哋開採出嚟咁一嚿。係啊，呢個就原石嚟嘅，就冇加個工咁樣咯。哦，呢一嚿原石嚟嘅。係啦，冇錯。哇，大家都掘出嚟就係咁嘅樣。掘出嚟就係咁樣啦，哇，好靚啊呢一嚿啊，大家可以見得到啊。我話再想問一問阿 Man， 咁呢一嚿咧，呢嚿嘅身邊呢一嚿啦，咁亦都有啲乜嘢特別嘅功用㗎啦？哦，呢個紫晶塊嚟嘅，呢個紫晶塊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功用嘅，例如可以人緣啦，亦都可以招財啦。咁譬如話有時有啲 office 咧。一個大個玻璃窗背後咧就係好空曠嘅，即係冇一個靠山嘅。咁依個紫晶塊你可以放喺你背後面啦，做一個靠山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依一個都可以用嚟淨化水晶嘅功效都可以嘅，即係佢嘅功效都比較多咯。咁譬如話你如果譬如睇風水，你放喺啲正財位啊，都可以招財嘅作用咯。哇，非常之好啊！咁但係咧，我有時咧係行過一啲鋪頭咁，見到咧有啲咧好大座嘅，其實係咪真係
譬如話好似你頭先所講話有啲能量嘅嘢啦，其實喺屋企放一座好大座嘅嗰個紫晶洞，其實適唔適合嘅咧？嗱咁樣講，本身我哋如果譬如話要求高少少咧，我會比較去睇翻個水晶本身個能量靚唔靚先。如果個水晶個能量係靚嘅情況下咧，應該冇乜問題嘅。咁當然啦，如果譬如你買咗一嚿係假嘅水晶，可能人手砌出嚟嘅，又或者本身個水晶咧亦都冇一個經過處理嘅情況下咧，係非常之多負性能量咧，咁其實放喺屋企咧未必係一件好事咯。咁所以買水晶，我哋會真係講求嗰個水晶本身個能量靚唔靚，咁當然啦，之後你就睇翻你要求個品質上啦，即係你睇翻個價錢啦，自己認為付出幾多錢去買一個你自己認為嘅水晶啦。咁如果譬如一個水晶同一個品種嚟計啦，咁其實如果質量越係高嘅情況下咧，佢嗰個能量會越係純嘅，咁出嚟個效果都會有唔同嘅幫助咯。咁其實咧，我想問一下，其實有冇話水晶有冇話即係特定邊一啲地方出產係特別即係嗰個質素係高啲嘅？冇嘅咧，其實冇一個特定嘅，不過咧好多時咧，你去買水晶咧，好多時都話巴西出產嘅。咁、其實咧，巴西佢出比較多嘅水晶啦。咁、但係其實唔一定巴西嘅。譬如依個紅紋嚟講咧，係阿根廷出產啦。咁啊，又或者有啲譬如話依一個咧係南非出產啦。咁依一個士多啤梨石咧係蘇聯出產。其實好多國家都有唔同嘅品種水晶，所以就冇話特定邊個國家嘅水晶特別好。所以都係你第一樣嘢要學識睇翻個水晶真定假先啦。咁除此之外，如果當你識得去睇真定假嘅時候咧，個水晶嘅質量，你學識睇嘅時候會越靚咧，個效果就越好咯。譬如紅紋咧，其實大陸都有出產嘅，不過就好醜樣，同埋個能量冇咁靚仔。哦，明白嚇。咁啊，相信大家咧想繼續多啲咧去聽多啲客 man 講呢個水晶嘅呢啲知識嚇。俾大家休息一陣先嚇，轉頭翻嚟繼續日日好生活。传统培育智慧，现代护理调养，专业培育员陪你坐月子，爱宝宝，爱锡你嘅身子，好月子培育，令宝宝健康，令妈咪无忧，月子坐得好，一世冇烦恼。用了多乐士加利安环保漆了吗？美国制造，绝无 VOC 甲醛和其他有害物质，符合美国专业环保认证，全家健康又安心。现在多乐士还有全新推出的环保健康系列，抗菌抗甲醛，保护更全面。想知多些，上多乐士网页看看。鸡煲、鸭煲变火锅，全天候两式食法，一线处理，调理体质，据点麻辣有理。白石俱乐部高球设施一应俱全，海景烧烤场美食尽赞赏，尽享高球烧烤交友乐。理想 Gym House 现时与你同步向前，意念创新，设计踏实，现时创造打造窝心家具，优质订造梳化，舒适美观，融入家居设计，更添时尚气派。天织窗饰有限公司。网罗神州各式名菜，尽收南北地道风味，大中华美食至尊，乐淘淘饭店。全新电视频道 A Plus 优质生活台，优质节目带你了解生活，享受理想生活，健康饮食，高消费娱乐，金融财经，时尚潮流，品味消闲，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应有尽有，仲有玄学宗教、宠物护理、名人专访，启发你的思维，扩阔你的视野。一个真正享受优质生活的频道，由 A Plus 开创。
繼續翻翻嚟日日好生活，我係節目主持人胡一軒，同埋我今日嘅嘉賓阿 Man 啊，你好啊，你好。嗱，啱啱咧就同大家咧就講咗好多一啲關於水晶嘅一啲知識啦嚇。咁但係咧有啲朋友就話啦，咦，其實我真係好中意水晶嘅，但係咧我唔識揀喎，係啦，即係點樣可以揀一條適合自己嘅水晶啦嚇？係，咁其實揀一條適合自己嘅水晶咧，其實都唔係太困難，咁有幾個方法嘅。咁、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好多人都中意話，我自己去睇下啦 ，feel 下啦，或者眼緣啦。咁第二樣嘢咧就話針對性啦，譬如我想求財嘅、求健康嘅、求事業等等啦。咁、但係我哋一般咧會建議咧，因為我哋本身都有教啲氣功班啊，咁、我哋會咧透過去用一個靈擺嘅水晶咧，去幫你測度你嗰個能量系統，咁俾你知道翻你有咩能量系統比較偏差少少咧，而去帶適合你嘅水晶，令到你吸收水晶嗰個效果會達到一個更加好嘅作用咯。或者咁樣講啦，咁好似啊有啲朋友你頭先講話即係點樣嘅為之嘅一啲配搭啊，適合一啲咩行業，甚至乎係對自己嘅一啲運勢方面有幫助啊？係啊，而家一定係講事業啦，因為即係金融風暴啊，即係好多人都裁員啦。咁所以咧，近排其實都多咗人嚟買水晶，好多時啲人會買一啲綠色嘅水晶，譬如六幽靈啦，綠化晶啦，或者綠隕石啦，求呢個事業。但係其實咧，就如果我建議一般啲客人咧，就唔好淨係帶一個綠色嘅水晶，仲要帶埋一條黃色嘅水晶啦，因為咧。即係要咁樣嘅配搭，係啦。如果唔係咧，你淨係戴一條綠色嘅水晶咧，會好茫茫到甩碌咧，咁就冇財咁啊，冇乜意思啦。哦，要咁樣去配搭，就為之係一個 perfect 啦。會好啲啦，因為就話你忙得嚟，起碼要有收入啦，咁就會好少少咯。咁譬如話嚟緊都情人節啦，咁好多時咧啲人都會求感情嘅情況下咧，咁我一般會建議啲人咧會戴譬如話平啲嘅去選擇呢個粉晶啦。如果你想能量強少少咧，去選擇呢個阿根廷嘅紅紋或者呢個高連出嘅士多啤利石嘅水晶啦，咁但系呢个水晶咧非常之罕有，因为而家呢个矿咧已经停咗产噶啦，咁所以咧冇噶啦，咁所以买一粒就少一粒咯，咁所以就话好多女仔都好中意一个水晶咁样，但系就唔系咁容易揾到，因为唔系太多地方有得买呢个水晶咁样咯。咁譬如咧，即系女仔咧，通常都中意啲粉红色噶啦，好似你头先推介嘅呢一只啦。咁好似有啲朋友就话，咦，情人节买俾女朋友好唔好咧？咁但系咧有啲男仔就话。咦，咁唔係話吹桃花咁咩？咁樣如果我買咗粉紅色嘅一啲水晶俾女朋友嘅時候，咁咪豈不是自招麻煩咁樣？佢戴咗上身就越嚟越多男士去追求佢，咁點算咧？咁樣其實咧都有方法嘅。咁最好咧個男仔買水晶送俾個女朋友之前咧，不妨翻屋企攞個水晶，揾一個比較清靜啲嘅環境，投射一個願望落個水晶度先。你想譬如話個女朋友愛你多啲啦，對你好啲啦，當然你都要付出翻俾對方啦。咁你投射完個願望個信息落個水晶之後，你先送俾個女仔戴咧，咁個效果就會當然唔同啦。咁會按你嘅方法去行使啦，咁樣。大家咧嗱，阿 Man 講完之後就清晰咗好多啦嚇。咁其實阿 Man 啊，我想問一下，其實有冇話一啲乜嘢嘅水晶係比較有價值一啲嘅？就定係點樣去衡量佢哋嘅？你有冇得點樣推介俾大家咧？其實都有嘅。譬如話，有時候啲客人嚟買水晶啦，我一般都會睇翻個客人嘅需要，即係話你睇餸食飯啦，你平有平賣，貴有貴賣啦。咁但係譬如有啲客人佢哋可以付出多少少，我一般會推介貴晶不貴多，因為貴價嘅水晶，尤其是呢個金髮晶啦，一個碧西啦，士多啤利石啊、紅紋或者呢個。區內啦，依啲水晶已經係買少見少嘅，咁所以咧近幾年佢個升值咧係升得好多，就好似同鑽石啊、玉石啊一樣係幾級跳嘅個價錢。我哋翻貨都越嚟越貴啊，咁所以如果你貴晶不貴多，不妨買依啲比較高級少少嘅水晶錫住嚟戴，其實嗰個保值潛力會大好多咯。而家其實我哋都會設計咗一啲飾物啦，譬如話依啲戒指啦，我哋都镶咗少少嘅碎鑽落去咧，令到佢睇出嚟更加高。高貴大方啦，其實好多大牌子而家佢哋都有個趨向性，都會用一啲比較高級嘅水晶去做一啲飾物出嚟嘅，咁所以咧帶出嚟非常之靚嘅效果啦。咁啊見到咧，即係直頭咧，即係譬如話戒指啦、吊墜啦呢一啲咧，即係完全咧戴咗上個身體上面嘅時候啦，又可以有個能量可以配合翻自己之外咧，又可以有一個即係。
襯衫啊，即係扮靚靚個效果啦，即係非常之好啦嚇。咁我係想問一個即係特別啲嘅問題，其實水晶有冇啲咩人係唔適合佩戴嘅？有冇呢啲嘅分別㗎？其實我都會有時接觸過有啲客人咧，會同我講話：哎呀死啦！我戴完啲水晶咧，好唔舒服啊！其實有兩個大嘅原因啦。咁第一個大原因就話佢哋出去街度買啲水晶冇處理好，即係話好多負能量，而令到自己好唔舒服。而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話本身戴個水晶或者使用水晶嗰個人咧，佢個能量太過偏向 negative 或者偏差嘅情況下，你用一啲好好嘅水晶咧去 tune up 你身體嘅能量系統嘅時候，會有一個反應出咗嚟，令到你唔舒服嘅。咁所以如果譬如後者個水晶乾淨嘅情況下咧，咁如果譬如個水晶令到你好辛苦、好頭痛，咁你就盡量唔好擺喺牀嘅附近啦。咁起碼令到你瞓覺瞓得舒服先，你去擺遠少少，跟住慢慢調節，越擺越近。咁如果當你個能量調教得好咧，其實你擺幾多水晶喺床頭附近都冇乜一個大問題嘅。咁所以就話你首先就係你識唔識選擇一啲靚嘅能量嘅水晶，同埋點樣去運用。咁其實如果運用一個水晶咧，咁好多人都以為要戴上身先為之用一個水晶，其實。係啊，其實錯曬㗎。咁譬如話有啲行業咧，佢哋唔係咁方便戴水晶，因為要營造一個好專業嘅效果出嚟啦。咁其實水晶咧，你可以更新啦，即係擺一啲絨布袋度更新啦。又或者咧，其實做靜坐咧，個效果最好嘅，因為靜坐嘅時候咧，你吸收水晶嗰個能量係最多嘅，而令到你嗰個能量系統咧，去變得正面嘅機會性亦都會比較快咯。咁其實好似你頭先所講到啊，即係佩戴水晶嗰方面，有時就成日都同人哋講話啊，左右兩邊係有分別嘅，咁其實啱唔啱嘅啦嚇？其實我哋十幾年前已經同人講係唔啱嘅，因為其實如果有好多朋友做過一啲靜坐啊、氣功啊、修練嘅情況下咧，就會發覺其實兩隻手個能量都係入同埋出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唔需要規限咗自己左入右出，咁其實好蠢嘅選擇咯。所以我一般我會建議啲客人咧戴得舒服，舒服個效果就最好啦。咁同埋咧，好似有啲朋友咁啊，好似話，會唔會話因為某一啲事業而佩戴邊啲會特別旺啲啊？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做娛樂圈嘅，咁阿 Ben 有啲咩好推介可以俾我哋即係佩戴起上嚟會特別旺啲㗎啦？其實都有嘅，一般咧我其實會建議咧，你哋會戴一啲比較求感情嘅水晶啊，因為其實呢啲唔一定求感情嘅，求個人緣啦。如果你個人緣個能量靚咧，即係所謂 charming 嘅時候咧，咁對於你個事業都會好好咯。咁除此之外咧，咁當然啦，咁有人緣嘅。你可能會求一些財運等等咯，係啦，咁所以就但係記住唔好戴黑曜石咯，因為黑曜石劈桃花，咁對於你哋就個行業就唔係咁好。我會劈走咗佢，咁所以就大家千祈就要即係都會知道啦，知道一下少少啦。OK OK， 即係都會即係就算有啲朋友求姻緣嘅話，都唔好戴呢個黑曜石啦。一般女仔會送俾男朋友咯。哦，係啊，即係可以斬咗個桃花嚇，都會嘅。明白啊，即係愛佢就係、是。不過咁喎，有啲朋友咧，屋企可能話養小動物，係係啦，即係話養小動物，但係我又好中意水晶喎、哦，咁但係咧，有時你都會知道，即係水晶好精緻啦，咁樣有時你都呢啲小動物咧會周圍咬下嘢嘅，咁樣即係會周圍咧口痕就會擔走咗嘅。咁其實如果我屋企有小動物嘅話，但係我除咗呢啲我自己戴上手好精緻嘅水晶之外，我又想話啲正能量，即係啲好嘅嘢俾埋我嘅小動物喎、哦，其實有冇方法去幫助到小動物㗎啦？當然有啦，就好似我有兩隻貓貓咧，都會整一啲水晶枕頭俾佢啦，或者我有時會教一啲朋友，或者我有教一啲靈氣班咧，啲學生都會整一個水晶枕頭俾啲小動物嘅。咁通常咧，我哋會去首先用個靈擺去測度下個小動物需要邊啲水晶。嘅能量多少少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執藥咁執咯，執你需要嘅水晶就放喺一個類似筆袋嘅物體裏面。咁嘅情況下咧，咁你可以閂埋咗拉鍊嘅時候咧，你就唔怕話小動物，譬如啲狗仔咧好口痕，乜嘢都食落肚咧，就唔驚佢食咗落肚啦，又唔驚啲貓咧周圍當波打到周圍都係啦。咁啊變咗就會好少少咯。咁呢啲咧通常我會放喺佢哋經常性休息嘅地方啦。咁譬如話我鋪頭有兩隻貓啦，咁我好多佢休息嘅地方我都放啲水晶，佢哋都好 enjoy 去瞓喺度咯，舒服咁樣。係啊，佢哋會好釋放，佢哋有時唔舒服都會瞓喺度啊，去調教下自己嘅能量系統咯。咁我哋介紹咗咁多啦，咁其實咧有仲有冇啲咩特別要注意嘅事項嘅咧？其實我哋佩戴水晶嚇。
其實戴水晶咧最好就是隨心啦，即係好多時啲人戴水晶會好多好似好迷信嘅一啲古方咁樣，其實我哋就唔係好建議啦。其實戴水晶就好似譬如話你缺乏維他命 A， 你咪戴維他命 A 嘅水晶去調校下自己嘅能量系統，但係你都要做，就唔好以為咧戴咗水晶你就可以做特首啊，或者做到啲乜嘢人咧咁樣，就有一個錯誤嘅 concept 啦。咁所以就話除咗我哋要自己都要去做啦，咁水晶係一個增運嘅方法之外咧，就真係唔好太迷信啦。咁太迷信就任何一樣嘢都唔係咁好咯。明白曬，咁相信大家咧就睇完我哋節目嘅時候啦，咁都會知道啦。即係佩戴水晶咧有咁多種嘅學問，同埋咧就係話原來而家嘅水晶嘅一啲首飾啦，或者係一啲佩戴上面咧，原來係咁精美㗎嚇。咁再一次多謝阿 Man 啦，同我哋講咗咁多咧關於即係水晶嘅知識嚇。咁如果大家咧想重温我哋嘅節目嘅話咧，可以抄低呢一個網址㗎，就係www.aplus510.com.hk 或者用你哋嘅智能手機啦，就喺呢個 App Store 度啦，就係 search 我哋 Aplus 下載咗個應用程式之後咧，就隨時隨地都可以重温我哋嘅節目啦。好，我哋今日日日好生活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次同樣時間再見，拜拜。拜拜。